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奇妙音乐节。在这里，你可以跟着李心怡和姚晨一起随着音乐律动，高抬腿唱歌，锻炼腹部核心，找到发声位置，全身力量配合，让我们一起原地起飞，感受音乐的躁动吧。Come on， 走不开那么多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就会傻笑着站起来。你还可以如同张子宁和博远一般躺在懒人沙发上欣赏音乐，尽情享受惬意放松疲劳的状态下，还能唱出意想不到的低音，事半功倍哦。可以跟着一起练习，感受音乐的美妙。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今天的奇妙音乐节现场，我们邀请了特别来宾张碧晨。欢迎，欢迎碧晨老师，我想死你了。欢迎碧晨姐。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它会带来怎样的新鲜奇特，眼前一亮的神奇演唱呢？ Make some noise， 掌声欢呼声在哪里？让我们一起倒数进入今天的奇妙练歌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奇妙练歌房。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呦。那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请四位吧，分成两队，感觉好像队伍一来就很明显的划分了吧？是的呢。同性搭配干活不累，要不这次我们就试试同性搭配。可以，可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规则是这样子啊，同一队的两个人要进行相同的挑战。OK。而且两个人加起来队内总和分数最高的一队获胜。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翻转板哈。好的。每个翻转板的背后呢，都有要挑战的项目。我们选那个什么绝对掌控吧。可以，可以，可以。感觉好像挺厉害的样子。来，我们来看一下绝对掌控。三、二、一，等等。有。一边蹬空中自行车，一边唱歌啊。空中自行车有试过吗？没试过空中自行车，但是试过就躺着。我也必须讲说没试过空中自行车，但是试过自行车。哦，就是躺着，然后腿这样躺着，对，估计想不想知道是怎么样？来，我们上下道具看一下。还有道具。那我们经费是不是又有了？是不是一会儿要上来一个，就是那种可以登？有的，有的，对对对，就是那种躺着的。你在想什么？你空中自行车。估计一会儿给你上一个军训垫儿，哎，哇，你真你好意思吗？还不如军训垫儿呢啊！你就坐这儿，你好意思吗？你就上个这个上来，自行车呢？来吧，这个场景好熟悉啊！没事没事，我唱。我觉得博远以后不敢再穿带外套的衣服了，他上一场的外套脱给了我。没看你们这些差一点意思，盖肚子，盖肚子，其实也还好，盖着盖着盖着，盖一下吧。你要挑战的歌曲是《慢冷》。哎呦我天！我开始了。说完了。哇哈哈！好像话都说完了。总是沉默对坐着，哎呦我去，眼里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闭着眼睛听，没有在蹬单车。对呀，好稳啊！哎呦我去，这句话又。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灯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站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浪漫让你温柔也让你脆弱人泪流。哎呦我的天哪，根本不想掐断是不是，因为太好听了。对，太厉害，我们完全听不出，听不出来是在蹬单车的。不是，主要后来子宁给我借了点力啊，好像是省点劲儿啊。他这个脖子梗着那梗那儿也挺累的，主要是后脖子有点受不了，年纪大了。我看你唱的时候一直在捂着这里是吗？对，因为它是硬的，就是唱的，因为它会调动这一块的肌肉。嗯，看一下我们碧晨老师的分数好不好？棒棒棒！哟，还可以啊，还可以，是目前我们的最高分吧？是目前第一个上来一挑战就是到94，真的是最高，94啊！牛啊牛啊牛啊！碧晨老师，因为我是有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面看到，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学校教给大家一些唱歌的方式，对不对？没有，就一次。那你平时自己有一些练声啊，或者练习唱歌的技巧和方式吗？有的啊，可以分享给我们吗？就上次那个躺着唱歌，大家请搜张碧晨躺着唱歌。就是找到一种你怎么轻轻的唱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把气吐进，可以示范一下。又来了。哎，谢谢。他是躺下，然后就比如说吐进了之后，吸满了之后，然后是这样。他就是要这个腿跟那个地面大概是45度，然后这个腿是平行的。我最厉害的时候是可以60秒，60秒，现在是真的不行了。60秒你就一直吐，在这个状态下吐气吐60秒。妈耶，学到了吗？学到了，学到了，来试一下。当然你也试一下，一定要吐劲啊，吸满，从肚子吸到胸口。头不用起来，头不用起来。还行还行，20秒最多。你看，我说20秒最多，但是我跟你说，练一个月就能变成50秒。我回去立马练起来。很有用，尤其适合唱跳歌手。我回去练起来。开始。24、27。 OK， 很厉害了，很厉害。哎呦，子宁想试一下吗？那个我就直接唱。好嘞，没有问题。加油。怎么说？加油加油。哎呀，怎么办？说完了，好像话都说完了，总是沉默对坐着，眼里是浓浓夜色。头，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哎呦，太逗，不相信我看到的。别笑。硬要说裂缝不过是惆怅。加油。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沉默，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浪漫让你温柔
愿让你最惹人泪流。哇哦，好棒！你知道吗？你们要不上路吧？感受到了吗？你的腹部正在用力的收缩。没错，这个动作也是用来帮助气息下沉、丹田用力的。如果你唱歌时很快就会感觉到嗓子很累，那不妨试一下这个方法，利用丹田辅助发声哦。看一下我们子宁的分数，三、二、一，八十四，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我们感觉今天碧晨姐来了以后，一下把这个门槛拉特别高。是的，是的。那对面呢？想要挑战哪个？我们想选那个一鸣惊人。来看一下一鸣惊人后面是什么？噔噔。一边打沙袋一边唱歌，这个是耍帅吧？这个跟好像不太影响，是手在动啊。对呀、啊，平时有在打拳啊，或者是？当然没有，想什么呢？金英应该有吧？我没有啊，你没有这个项目我是真没有。你是这个类型的是吧？对，他是这个类型的，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一边挑战打沙包，一边呢要唱这个大风吹。哎，两位谁先挑战？我先，你先，因为他肯定打得很狠。啊，你怕我给用坏了，给打坏了？怕你一把把他掀翻了，我到时候没得打。来来来 ，OK。前面低啊！啊 ，Yeah， 要、yeah. ！哇，好搭哟、哦， yeah. 跟这个拳击。Let's go。举一杯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一直吹，吹走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让暴雨冲起，风中唏嘘。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吹住吹，擦下终失去眼梦里那泪水。就让这往事消失风里。当初的你。曾记得我的那个谁 ？OK 啊，就靠你了，咱把这个分儿。真啊？举一杯啊！举！看一下我们的分数好不好？棒棒！八十六。哦，可以。超过张子宁。超过张子宁。举一杯天上的水，来不进去。你要尝试一下吗？我真的不尝试。来，妈呀，你要这样式了，我就有点难弄了啊。举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望呀望，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摇，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摇。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呀，轻吹，吹走我心里那片痛，那片悲。风风雨暴雨风中嘿嘿，当初的泪风发是天注定。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呀，静吹，吹起钟声吹眼眶里那条泪。就让它往事消逝风里，当初的泪曾记得我那个谁。这段主要是来了一个打拳的乐趣，是不是？主打一个东北粤语，真的。来看一下分数，好不好？棒棒棒棒！哎，八十三，惜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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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享一下两位平时会有这种训练吗？因为我以前学体育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爆发力啊这一块跟小的时候就学体育有一关系，就在校队的时候他们都一二三嘿嘿嘿，就是当时跑圈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就是喊出来对，就大家都很那个啊，对，回应喊懵了给我，就是使劲的去喊，但当时也没学过唱歌，就天天那么喊。所以那你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气息爆发力的时候是怎么样嘿出来的吗？嘿，哼哼哈嘿，这是一个针对气息爆发力的训练，在打沙袋时，腹部的收紧是被动的，可以辅助歌手快速找到正确气息支撑点，并能够显著增加发声时的力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奇妙小课堂。棒棒。有这样一群人，风吹雨打无法阻挡他们热爱音乐的虔诚之心，舞台大小不影响他们想高歌一曲的澎湃激情，只要开口就是一个大写的自信。没错，他们就是一群唱歌发烧友。哎，虽然有些时候在别人听来是这样的，是你是你，身边都真远都是你，汇成了我山川之间的视线。但没关系，来到奇妙小课堂，这里主打一个负责到底，各种练唱妙招也绝不是说说而已。来吧，开练！首先邀请我们的两位唱歌爱好者，有请。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好，我叫张唐毅，今年19岁，还是个大学生。欢迎小张。欢迎。要介绍这么详细吗？当然。你是岁数比较大吧，你有点慌张的样子。大家好，我叫大白，叫我白白就好了。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呢？自媒体。哦，OK。欢迎白白。欢迎白白。两位觉得自己唱歌实力，给自己打个分吧。满分是100。100。哦，90。哟，哇哟。那我谦虚一点，我就打个80分吧，也没谦虚到哪里去。都不低啊，都不低啊。所以两队在听完他们的基础介绍之后，想要选择谁？嗯，我们干脆就男生教男生，女生教女生。行，可以。他不需要那种就是反差，可能是不是受教的？怎么你还想反选是吗？没有。因为你是男生嘛，我们男 key 教你方便一点。OK OK。对。那我就站那边去了，可以了。是的。我看出来有点不乐意。有点失落感。两位谁先来唱？就你先吧，好不好？啊 ，OK，OK， moment， 要展示一下你的对实力，好不好？对，是这个感觉的，最好是啊。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来感觉了。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彼此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做着彼此的那束光。记不得曾经跨过多少分、我们的逞强是我的翅膀，我们记得对方青涩的模样，满是骄傲的脸庞，始终不变化妆。是你是你，身边都真远都是你。高音汇成了我山川之间的视线，为我下一场倾盆大雨。交给你啊。我给他先把歌给你，种下满是勇气森林。他主要是副歌节奏把冰封抹去，让我变成会飞行的鱼，跳出海域。好嘞，伟大的演出。两位老师觉得他有哪里需要提高的地方？我们先不看他多少分，我们再发言。没问题，来看一下分数。哎呦，好的，我算一下啊，多少分？我今天有60分的距离要给你拉上来，是吧？来吧，直接开始了。咱们的这个主要的，等会儿我先捋一下啊。老师，你是觉得我很难调整吗？我先试一下你腹式呼吸的能力啊，吸一口气放松，不要让肩膀抬起来，然后反抗我的手，慢慢的吐气，试试看。好，找这个感觉，记住反抗我的手的感觉啊。就是要收腹。
不是收腹、啊、是你往外顶反抗我的手、哦、博远有一点健身教练的感觉来吧先跟节奏啊的对不停的呼吸习惯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来不要洗肩膀来来吸气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对不起你要反抗我的手啊我放手的时候你就吸气啊就你放手我再吸气对我放你看你看我的声音啊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来咱这一起来啊放在手掌哎差不多差不多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有了有啥有什么了没摁错吧、嗯、往下点啊这里啊哦是往下对呀、啊、那你刚才老师一直在位上因为我不敢往下碰我怕你穿衣服我怕越界了你懂吗啊怪不得他那么难受呢摁位呢受不了了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你看你后面是放的嗯嗯你就找着后面的这种撒气的感觉往稍微收紧一点也放松一点嘛对、懂我也给你松一点的 OKOKOK、okay, okay, okay. 来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哎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上我们彼此想着岁月的无常岁月的无常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束光唱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束光哎来等我下了啊上面还可以必须要提醒一下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来加速加速加速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哦中间这段不唱了老师不是唱、啊、现在时间不够了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给你来个重点的对对对对OK OK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是你是你身边别往这儿啊、嗯嗯、你往哼稍微哼一点走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好还有十秒钟把声音往远了唱都是你会成了我的山川流星三会成了我的山川流星一好 OK 好 OK 我们先验收一下你的成果我相信你啊我们在旁边辅助你好吧需要吗还需要顶肚子的不、这个、我不顶你肚子、啊、我不顶你肚子、啊、okay, okay, 好这等于是嫌弃我给你模拟一下这是你的气息我扔多远就唱多远我一回来你就吸气好吧哦这样给你具象化一下你就知道了那我们可以先来一次吗不没有没有试机会、啊、自信自信的没事就是唱就是玩来来来来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我们试着把太阳放在手掌我们彼此笑着岁月的无常也坚定地做着彼此那束光记不得曾跨越过多少风浪做你的船桨你是我吃翅膀我们都值得对方青涩默默满的骄傲的时光不掉的童话窗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会成了我的山川流星你别不是我俩合唱吗没有合唱没有合唱没有合唱是你是你满载着这块可以没事喊出来把披风的整个就抹去可以这样也可以让我变成会飞行的鱼跳出海域去触摸奇迹我采访一下你中间地麦那上是怎么想不是就是我觉得老师唱的会比我好一些就是我俩共同合唱这个道理我也懂对吧但是我不想看你的分数啊你这是作弊了如果你让他是吗对对对 对, 对吧学习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一次你能打几分我觉得还是让我两位老师来这个60分我也觉得60、嗯、60分给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点点及格线来看一下好吧最好是60啊哎我哎可以哦有点东西老师我很满意你很满意了我很满意了你很满意了对这不知道老师满不满意
我能说不满意吗？我能说不满意吗？这一天提高了好多，提高20多分呢。嗯，感受如何？教完了我们的大白。我个人觉得他刚刚整个人虽然说音准节奏可能还有点问题啊，我是觉得比第一遍要从容了一些。前面主歌还是有变化的，对对对。对，前面主歌很好。自己感受呢？当然，我现在这个小腹是发热的。有用对吧？当然有用，我就知道就是在这儿嘛。你确定不是他搓的吗？看过了刚刚那一对之后，觉得自己现在有信心了吗？有点虚，说实话，因为我觉得那位老师表现的也很好。那接下来你来演唱，来吧。好，我是一个很需要鼓励的人。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教室里那台风琴，挺好的。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好，听一下他的高音。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那爱情错得很透明。哎呀妈，这歌太费劲儿了，说真的太费劲儿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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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们的初始分数。哦，那我们就不用比了吧，就是。他是比那个区间分，你要跟自己比赛。对，哦、你是自己明白自己的分数。这边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吗？嗯，因为我感觉我不太会用假声，不但这个歌也是本身调比较高哦，就开心的唱就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倒计时了好吗？来，3、2、1，开始。前面都还好，我觉得主歌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哦，就是只要碰到高音，你好像 就有点害怕，别害怕，就使劲儿就好了，使劲儿就肚子使劲儿就行，你找那种上厕所的感觉，这样子吗？对，你如果有一个拉不出来，你是怎么使劲儿的？就这么使劲儿，对，就这么使劲儿，然后你唱高音的时候也这样使劲儿就行了。行，你来。我觉得其实吧，你别的啥问题没有，你为什么气会不够？因为你总把放在这儿，你每次吸就吸到这儿，那你就只能吸这么点儿，你就沉下来。而且这首歌它很慢的，你不着急。我沉下来。你沉下来，你用你的小腹去呼吸。我觉得他可能反应不过来。你就找那个上厕所的感觉就好了。对，你就找上厕所。我现在也不想上厕所呀。你在每一句句头的时候把气吸进来，无论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不太吓人了，这样。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你低着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外星，转身离开。就，但是不要，别这样，就是正常的气。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和我心，日子像旋转木马。还有10秒钟啊，十秒钟，哦，你就顶，你就唱，你唱，我直接唱副歌。你说过牵了手就算别连啊，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错了森林，那爱情错得很透明。可以了，完全没问题啊。直接来吧，直接来吧，来，可以了。老师，我需要你给我传一点。好了，哎呀，好了啊。好，就对，要断开啊，断开，吸吸气啊。好的。来听听看啊，验收成果。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你说过牵了手就算
情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再怎么美丽也只能是曾经。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是精灵住错了确实，在我们碧晨老师和子宁老师啊教完以后，他的这个真假声的这个转换变得特别的，就是顺滑的感觉，对不对？看了多少分？我们来看一下，他分数是79分。哦，很厉害，很厉害。他们进步的多，主要是我起点太低了。这并没有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来到我们的连歌房。谢。我有一个小请求，有没有机会跟碧晨老师唱一首《凉凉》呢？做梦，出去！看来只能留在梦里。学唱歌，你要多练习。我期待你下次凯旋归来，好不好？及格了再说啊！我要努力。真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练歌房越来越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今天呢，我们获胜的队伍就是博远和新一。哎呀，这是什么默契？我以为是这样包一下呢。那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励呢，送给今天获胜的两位。哎，这个好，我想要这个。这又是什么呀？它是那个，就是手机，你知道吗？可以打电话的那种。对。碧晨姐，这一会儿送你。送给两位，不好吧？你知道为什么要送这个吗？为什么？为你打 call。 为你打 call 姐，为你打 call 姐。那咱就是说谢谢啦。击败的这一顿呢，就可能有一个小小的惩罚。我们今天的惩罚呢，就是对着镜头表白自己1分钟。这个太容易了，来吧，你可以吗？他好像不太行。救命！他社恐，对。我给你打个样啊，打个样来。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像我这样这么可爱、这么漂亮、这么幽默、这么有才华的人？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要为世界和自己而歌唱。我很好。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么美好的我，我可以把快乐带给大家，让大家看到世间还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女子。如果你也想这么美好的话，就看看我吧。哇，这个对我来说真是惩罚，这太这样子嘛？你就是对着镜头给自己打电话，对着电话嘛，给自己打个电话也可以，给自己一段鼓励啊，怎样？对对对，表白一下自己嘛。不行，哭啊，打电话呢。现在已经开始焦虑和紧张了，是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个惩罚，我的天哪！但是说完了，莫名的很爽，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想用这一分钟。来，你在这会紧张，你往前走。接通也算时间。张子宁，能不能下班就看你啥时候张嘴？就是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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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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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用英语唱一遍。You are very good. 好。哎，看得出来对你是惩罚，这个真的对我来说太大的惩罚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新一和子宁，让我们期待一下。走。
却变成光，还保留着去年的色。转角露台，谁的故事还没讲完？你说你不擅长恋爱，那却迷糊揣着明白。辗转过几个人的暖，换上了崭新的置换。看谁自顾自的临摹，谁的落魄可怜不可爱，还与期待对那个人那种姿态，就活该悲哀。你说多难耐，干嘛闭眼穿过土海，不是对着镜子发呆，快收拾苍白，让梦醒来，心被掀开，尝尝痛感，不让人伤害。都只说再快也不能重来，我要我是万毒不侵那种女孩，谁管？这边参观还保留着去年的色。转角露台，谁的故事还没讲完？你说你不擅长恋爱，那却迷糊揣着明白。辗转过去一个人的暖，换上了崭新的置换。看谁自顾自的临摹，谁的落魄可怜不可爱，还有期待对那个人那种姿态，就活该悲哀。你说多难耐，干嘛闭眼转过头，还不是对着镜子发呆，快收拾苍白，让梦醒来，痴泪全开，尝尝痛感，不让人伤害。告知说再快也不能重来，我要我是万毒不侵那种女孩，谁管？街边餐馆还保留着去年的色，转角露台，谁的故事还没讲完？宇宙的引力有个小小星星，会逆着光追寻在心底的声音，听着天里的地是巨人的使命，让共鸣跟梦境中的你呼应，啊，吸引我苏醒，终于不必向外索取存在势必向你前进，把相信堆成一种任性，是信念一直在供养我的身躯，在这无人之境，怎奈不断保持勇气。听着天里的地是巨人的使命，让共鸣跟梦境中的你呼应，啊，吸引我苏醒，终于不必向外索取存在，势必向你建立，把相信堆成一种任性。
是信念一直在供养我的身躯，在这无人之境，曾爱不断保持勇气。They are trying to sell me, I will make it right. 让现在我未来依然我的澎湃，让眼泪都印记，记到生命，潮起了定律都归你，在无人之境，在无人之境。谁信念一直在供养我的身躯，在这无人之境，曾爱不断保持勇气。They are trying to stop me, I will make it right. 让现在或未来依然我的澎湃，让眼泪的印记激荡生命。老师来到我们的练歌房，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快乐，欢迎你可以常来我们的练歌房。你来我就把那个白白叫回来。下手练手凉凉。对，下手练凉凉。好，再一次感谢各位，也要期待我们下期的节目喽，拜拜。拜拜拜拜。Hello, 小白老师好。爱情又给我上了一课，陷入伤痛的沼泽。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对结局束手无策。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界路过，走过了许多才懂得对与错。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他一直寂寞时候的回应，你却激动不已。啊不！